哎，相声家这边有小伙伴了，一个一岁多的狗跟一个两个月的狗玩的可开了。两个月的狗比相声的一岁多的还大。相声，相声，你只能用智商碾下碾压他了。相声，那有啥呀？你俩在这干啥呢？这里谁拿狗在这拉一坨屎？过去。嗯。过来，来，走，来来来来，快来！香儿，你干啥？吃？不吃啊？嫌弃啊？一会儿五花肉吃了，我给你。香儿，抢抢他的，我走这。香儿，他吃你的，阿香儿，来。他不吃。阿铁呢？啊？过生日呢，打扮一番。有啥好的？我怎么没？你俩喝醉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喝酒吗？不要。干杯！干杯！给小弟的胃。你不懂。有味是吧？你不喝这个？你不喝这个？玫瑰维埃这个。好香啊，让我尝一口。喝吧。好香啊，他们刚刚一喝出来喝、这个、那个香味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不一样了，所以说就一点点淡淡的异口同声。你还一点点的，你要慢一点点的，那不会蛮好喝的。这适合阿炳喝吗？是的，是阿炳可以多喝。是的，是的，多喝几瓶，那倒是也没有毒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一瓶就够了，一瓶就够了。吃来吧来吧，走走走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吃菜吃菜，羊肉羊肉，这羊肉羊肉你特意尝尝。我四月你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肉，试试嘛。对，因为它完全没有羊肉的味道。这是什么羊肉？黑黑山羊，黑山羊，然后我们点的是生爆的那种羊肉。他们家好多人开，我们刚刚过去，好多人开车过去吃。嗯，是吧？好吃吧？还能吃到薄荷的味道，对啊，嗯，没有一点羊。这是贵州羊肉做法。这个是贵州黑山羊，因为它长期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，它只有皮和瘦肉，因为完全没有，像内蒙啊，完全没有那个味道，是有一点肥肉的，一点味没有。黑山羊不错的，一点羊肉，就是那些路上你看到的黑山羊。你当它是牛肉，你这样吃，你当它是牛肉吃就可以。这个吃起来像牛肉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最后一颗，跟比较有嚼劲。很好吧？感谢可以吃吧。就说哪儿的羊肉可以吃，贵州的羊肉可以吃，不是贵州的做法。嗯，一点膻味没有吧？嗯，你就把它当牛肉，挺好吃是吧？可以吃，有点像牛肉是不是？你给我吃吧。嘿，小家伙。明天后天走过来，
没有待几天？我们后天走。后天？嗯，后天就回去了。嗯、他们不说明天让再待一天，走先帮忙吧，搬东西。听阿挺唱歌喽！哇，这么大个，推。这边这边还有没事没事就放这儿就好了吧，对对对，哪个面是朝鲜的，就这大一点儿，你那个我看还是没长了，不长了，就一岁多了，好小啊！去年在那个啥，在那个厂坝呀，厂坝看见也是那么大，在那个就它的在阳光的时候，你刚刚才弄到那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时候才刚三个月嘛，在厂坝的时候都也是四五个月吧，真乖，反正不长，就那么大点，看见那么大。它比较文静一点，比较嗯，以前开始不得了，就是怀孕了，现在比较温顺了，现在才跟你们家一样的，看也得让香儿怀个孕，真乖，你看好乖啊，小女孩，大小辫子，我本来想买一个，就是这种耳朵塌了下来的。然后扎个辫子，结果送过来是个菲尔。我们这个以前也是菲尔，就是因为菲尔我才要的它，然后现在也是啊，就是耳朵也大了，现在飞不起来了。现在我没管它嘛，这个毛就留着了。我想给它扎辫子，我就等它留着的。那以前小的时候也是菲尔，好乖哦。现在懂事。以前太皮了，现在还好了。以前我准备把送人的，哪像香儿撒手没了。在那边玩了一会儿狗，然后深夜 KTV 开始了。有吹是这样的感慨，啥也拍不到。怎么了？我去，他这个做的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对做相当的不错，你到那把它磕掉。我来哇，还茅台酒啊！哎，真是在贵州的吗？茅台酒，中华烟。哎，华子，来嘞！哎，挺哥，你去哪里？看了酒就跑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用，你先扔这儿，明天来。这个是冰淇淋吗？不是吧？它里面的夹心，巧克力。一般里面的夹心不是都是水果吗？嗯。它那个夹心是冰淇淋。它没有那个吗？没有盘子。有。哎，你这个头也太大了吧！我不够大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不要动。我感觉这样是真的戴不上。等会儿，真的戴不上。扣一下就好了，扣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就这样。你这个头有点大。你不要去固定它。头是真有点大。感觉像那个什么选美小姐，这个、扣上去那个小皇冠一样。赶紧的。OK。蜡烛呢？点上，点几十支。点
两只吧就行了呀，意思一下就好了呀。三只又不太好吧，三只难过九，三十九啊。不行，三只太像那个。上香的人，对，上香。别说了，不，二十九是对的，难过九，雨过十嘛，这个是。嗯。快点，唱你的。哎呦，好久没点蜡烛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寿你福！大家我许个心愿啊！哎，好嘞！好，许个什么心愿呢？要不要关灯？关灯，我去关。不用关灯，不用关灯。自己好好想一下啊！祝你生辰快乐！没唱错吗？就生辰快乐吗？好了，我去了啊！我当然唱生日歌呀！啊！我唱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哈哈哈哈哈！吹了吧，唱好了，唱好了，唱好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，好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李成。啊、你入洞房，就把这个拿掉了啊！就拿掉就要喝茅台的呀，就只要拿掉这些东西都要拿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咬一咬下去全是的，寿星要先切到的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有一个飞行物，那给寿星了，补充点蛋白质。寿星是切一刀，切一刀，切去你来，切你来，那我就对半了呀。啊！一刀两断。有点抖，有这种激动的，能不能说点好话？我怀疑我是不是有点帕金森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平时会有点抖。不是，那、这个一般那个酒。你看我好抖。一般酒会抖、啊你。你切了第一刀了，我就可以切了，因为一般寿星切第一刀嘛。以后少钓点鱼，这年纪大了可咋整？这个时候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真的有。到时候漂还没动呢，被抖得动了。哎，那真的是你那个什么钓鱼的时候抖不抖啊？他也不抓根儿。那这个不影响的呀。哇，这么一大盒冰淇淋！看，都是草莓。你们自己说大晚上吃什么的冰淇淋？晚上没吃饭，知道吗？哎，就等这一顿。晚上没吃饭。